他们在沙漠这边就叫那个地下水，找到了的话，他们会挖了一口水井，然后呢流下在这边就用那个地下水，用完了的话没有水的话，他们就爆掉，就去找别的地方了。所以呢，游牧民族的意思就是。 在沙漠以及搬家以及找地下水，那现在呢？如果我们要找那个地下水的话，很方便了。那个科技方面很发达。那我说的有1000多年，那1000多年以前，他们在沙漠这边怎么找那个地下水？请问他们在这边会养什么动物？骆驼。骆驼。骆驼，对，那个骆驼很特别的呢。 如果你不给它水喝的话，它很渴，渴死了的话，它会去找那个地下水，它会去闻闻闻，对了吗？对，它就很厉害的。